对于运动方面不是主动，哎，就是让大家能够哎运动量够啊，那个心肺比较好一点啊，比较会流汗，可以达到减肥的目的。没有啊，他们也是都是两手，每一班都差不多，因为时间上。我们都是差不多最长三分多，你要走多最长的话七分多而已。